好啦，亦都教你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啦。一开闸嘅时候，前面快嘅马见到埋面位置好笑容，中间共创良机噶。咁啊，再喺中档粉红眼罩，仲有保德啦，喺佢外边揾出真爱大爱，当就海船无敌噶。再后多少个马匹黄眼罩咧？大约第六位就系普道葵啦，中间咧紫色衫咧，仲有呢只红之丽影噶。内栏位置隆冬至尊，再数后边四只满贯之宝、钻石天使、暂时殿后两只马系呢个地上最强同埋火龙宝嚟噶。好啦，过晒六百啦，揾出真爱内栏中间好笑容，出边海船无敌第四位咧，仲有保德啊，第五位共创良机，再后边内栏红衫咧，仲有呢只隆冬至尊，中间紫色衫、紫色帽、红之丽影，外边黄眼罩、普道葵，后边钻石天使同埋满贯之宝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。出咧仲系呢个好笑容，斗紧揾出真爱啊！响埋边有保德啊，中档揾翻红之丽影啊，外边上跟嚟仲有共创良机，同埋呢只咧就普道葵，斗到最后百零米，见到外边共创良机，但系中间红之丽影嘭嘭声上跟嚟，再喺入边位置仲有保德隆冬至尊嗰啲马接近终点，红之丽影赢啊！第二名咧就系呢只隆冬至尊啊，第三名咧马有保德啦，共创良机咧就好接近噶，咁啊结果咧呢只红之丽影啊，咁啊今场排咗四档咧，佢系最尾。大熱門贏嘛？結果呢只紅之麗影啊，大熱門四倍咁啊喺度贏啦，恰如其分嘅部署啦，減多幾分落到嚟跑錯少少都贏啦。第二就隆冬至尊，第三就保德，第四咧係呢只共創良機喎，六八九一啊。結果嗰只八號嗰啲位置 Q 飛啊，真係有啲根據喎。好。潘頓又追翻場，但係佢直路嘅時候 cut 嗰個位，但係嗰下會唔會有事咧？唔知道，你真係睇翻個直鏡。